我们吃完早饭30分钟过后又要吃午饭了，得了一种厨房病，你知道吗？我确定这是美食节目了，毕竟这个节目叫朋友请吃哈。吃完中午饭就该睡觉了，就该广播了。朋友看我看我，注意力还是要放在广播站，还有大概5个小时。我是王腔，铿锵的铿。那个话题比较适合谁来说的话，我就会指。嗯，但是如果我接不上，我就。然后那个朋友 AA 到。那朋友有多 A？ 有你 A 吗？咋了？喂。广播站不需要喂好吗？行吧，就这样好吧。聊疯了，聊疯了。啊，太难了我。信件到了，朋友们。好多年没有收到这样的信了耶。你知道我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妈妈，今天是你离开我的第1915天。第一句话读出来就不行了。5点了，抓紧，我们要在1小时之内吸引别人，我觉得其实挺难的。是我有点虚，资金有限，这里面还暂时装不了那个音箱，声音有点不平均，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了，这段时间做不到。倒计时3分钟，等会儿不要晕过去啊！谁的手机带进来了？手机都不要带进来。朋友，请听好广播小站，试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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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还是没声音吗？好，可能线路有些问题啊。你好，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倒计时1分钟，1分钟了吗？好久没有这种手在抖的感觉。5、4，出事儿。